大家好，我是上高，我现在在家，我回家，现在我参加了在东京的很有名的音乐聚会，对呀，的音乐的聚会是很好，并且很好，很多人来很多音乐队鼓手来吧，他们玩的很好啊，但是呢，天气的事情不好我们有了很强的台风，去了大风，下了大雨所以呢天气不好，这 是我的第一次的经验在很强的台风的很大的台风的时候我参加了，这是我的第一次的经验，就是很厉害。但是我预定参加明天再一次我参加了我最初看天气的事情，然后呢我买表就参加吧，太感谢了，有些人看我的录音听我的录音，我很感谢了，我找到很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最一次录音吧，谢谢。